又型，好靚仔。十大型男今日現身港姐記招，呼籲各位靚女參選，佢哋充滿陽光味。不過今屆港姐比賽，男士隨時禁止上台。咦，女士大曬？今年個 slogan 咧就係 proud to be a woman 啊嘛。係。咁作為一個女性為驕傲嘅話咧，咁好似咦會唔會係全女性，包括主持啊、評審啊都係咧，或者 entertainment 都係咧咁？咁我哋又喺度考慮中嘅。今年都話會出埠啦，你阿樂意上年已經係去過㗎啦，今年希唔希望都一齊跟隊？好啊，我好中意記佢啲名㗎，係啊，你俾個機會我記下啲名啊。冇show俾你都去啊？依個後話啦，有靚女睇啊嘛。依個後話係嘛？係係。我中意錢多啲嘅。係係冇乜所謂嘅，即係需要到我哋就即係台前幕後都可以參與，最緊要係即係成就到件事。